想赚零花钱的兄弟们，别划走，这期视频很重要。那最近呢，我又发现啊，去年我发的一条视频啊，在今年的时候呢，还有粉丝不断的给大英发私信，就是之前去年我们拍过的那个赚钱软件的项目，就是注册嘛，然后做一下任务，在家里面就可以足不出户赚钱。然后很多人问我是什么软件啊，你现在问我那个软件到底是什么，我其实现在也不知道啊，因为那个软件我当时都是在网上随便搜到的。然后今天的话，我大概找了一下午的时间啊，找到了一个，就是我这个手机啊，因为我是苹果手机嘛，然后这个软件的话呢，赚是能赚，但是赚的不多。我个人觉得也是那种学生党，就是赚零花钱的一个小项目。就是这个帮字啊，我名字不念哈，因为不是广告。打开以后呢，看到没，这底下有很多这种赏金啊，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不等啊都有。我们尽量就是找那种审核比较快一点的那种更好一些。然后我这里总共做的是3块钱，我大概做了是1、2、3、4、5，我才做了5单啊，5单是3块3毛8，我看看能不能直接提现20元以内实时到账啊。好，现在咱们零钱是37块8毛6，对吧？最高可提现3元，先提现哈。刚刚是37块，那现在就应该是40啊。OK， 40，直接到账，兄弟们啊。然后现在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开始计时啊。我们看一个小时能赚到多少钱哈。3、2、1。启动。那这个软件基本上就是下东西也有，然后去什么公众号啊杂七杂八东西也有啊，就得看它的要求。人均用时5分钟啊，赚1块2毛8，直接报名。报完名之后它会出现一个这个码，咱们把这个码给截图，然后去你的这个绿色小软件里面扫一扫，扫描这个码，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授权登录，按照要求先签到，然后再兑换截图啊。好，签到 OK 啊，签到成功，然后返回点击礼包领取啊，提交订单，这个就已经结束啊。然后再回去看看他那个要求是什么啊，就是这个折扣成功这里啊，我们正好没退出去，直接给他截个图。你一定要看他这个要求是什么，你上传截图的这个界面啊，就是取决于你能不能得钱的界面。第三步的话，他要输入要求的文字，输入一啊，请输入一，然后提交 OK 啊，就这么简单，立马就到了啊，1块6毛6，看到没，这很快啊。然后直接下一个，人均用时3分钟，来直接这个是蓝色小软件扫码，好，去帮他助力啊，帮他助力，助力成功以后呢，他这里要求啊，是要搜索芝麻粒，然后完了帮他截图啊，兄弟们，我个人感觉这个人应该是帮忙解除他的逾期的，然后再输入一，直接提交啊。好，然后直接下一单报名啊，这个是要下软件的啊。好，下完以后啊，他这个第二步是根据指引提现0.3，然后再签到，直接注册。提现0.3已经到账了啊，这3毛钱呢也是我们的啊。到了0.3之后，截个图啊，再打开我的好友，好，填写邀请人啊，邀请人630465，好，直接确定啊，直接截图啊，根据提示看10个广告，看10个广告啊。好，终于把那10个广告看完了啊，直接领取。好，提交。好，来直接下一个啊，基本上就是15分钟左右哈。这个是下软件啊，下完软件直接注册截图。好。基本上来说呢，有些是要下软件的，然后有些是直接注册就可以，所以说这个尽量看自己的需求哈。随便点个剧观看10秒，7、8，截图，好。来，兄弟们，现在计时的话呢是1个小时10分钟啊。目前来说到账是14块02分，加上我之前提的是1个3块，然后我绑定这个提现的地方呢是花了3毛9，那总共到账是14.02，加上0.39，再加上咱们的10块钱已经提进去的，总共是27块4毛1。1个小时，兄弟们，1个小时。其实这个软件的话呢，我说实话啊，它有一些单价是比较高的，你像我之前注册有一个最高的是7块，还有3块06。1块2毛8，我基本上来说都是挑那些佣金比较多的那些价格去做。但是要说一个，就是我只到账了是14块02，因为我注册这个软件的时候呢，我发现它一天只能提现一次，所以我就特意挑在这个马上12点的时候来给大家拍这个视频。之前我们已经提过一次啊，现在已经12点了，就意味着我们还可以再提一次，对吧？账面上是显示是14块02已经到了我们这，就证明是那个审核的已经通过了啊。但是它这里面还有没通过的，你看这啊，3块4加1块2毛8加1块7加9块5毛2加1块02加2块4加1块1加3块2毛3，总共51块3毛6，兄弟们啊。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些它还没有审核通过，如果说我们全部审核通过，就是51块3毛6分钱。然后最后咱们把这个14块提出来啊，只能提14，因为刚才提现过一次，所以说它有一个什么初级实名，我又实名了一下啊。这个什么蓝色软件到了1毛钱，绿色软件啊0.32，就要验证嘛，就基本上都是提到我们自己的账户上，所以现在只剩下13块6毛钱啊，提14提不了，就提13啊，剩下的没事，明天还可以提嘛。
41，好，直接变54啊，兄弟们。然后我做完以后，我发现它这里面就很多都是要你新用户你才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啊，如果你不是新用户的话就做不了。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，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这种做就是这种东西的话呢，我觉得你下载你也做不了，有很多东西你都已经做过了。但是如果说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，如果想在这方面赚一点零花钱的话呢，建议各位可以搞一个试一试啊。但是这个东西呢，我个人觉得也不是长久的，因为主要是要看有没有人发布在上面。如果有人发布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做单，如果没有人发布，那我说实话很难啊，你想天天做基本上来说就是比较困难。那最后呢，也是希望如果说本条视频对屏幕面前的你有帮助的话呢，希望你能够帮本条视频长按点赞支持一波啊，另外呢再转发给你身边同样要好的朋友们啊，让他们一起薅起来，好吧。那本期视频呢就是这样啊，提前预告一下，过几天咱们就要搞一期新的赚钱软件啊，那个也是一个新项目，就是上次我们说的那个啊，我估计应该测试是好了，我可以了，可以了，0.6啊，现在有两个已经可以了啊，我测试了这么多家店，终于有几个通过了。那如果各位想知道是什么项目呢，点个赞，点个关注啊，下期视频揭晓，好吧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